奇怪，前面有车格不停，好几台车偏偏要往后退，停在人行道上。是来三号，我看他停这样子，我很疑惑。哦，所以你就最好的方式就跟旁边停一样了。对，因为我想说，为什么旁边停一整排都停后退，大家都不敢进去？对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量饭店外一整排停车格几乎空荡荡，因为车辆开进去就要收费，一小时20元，被质疑想贪小便宜，遭到网友讥笑，停车水准好差，是彰化人日常。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临时便宜行事啊，想说买个东西还是拿个东西就走的。站留时间不会很长。彰化市这间量饭店为了方便顾客，门外画有停车格，但不少人就爱停在外围。三月底引发轩然大波，甚至发现案外案，停车格根本是非法设立。站在整个的停车的需求的部分，必须要辅导我们那个保养这边。我们对于说愿意拿来做停车场的一个店家或者是店家，我们都是站在鼓励的性质。量饭店委外的收费停车场没有取得合法营运身份就直接收费，但公务处回应彰化市公有停车位实在太少，将辅导业者取得营业执照，屡劝不听才会依法开罚，最重15000元。记者陈胜文、陈福礼、云杰彰化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在哪里买吧，直接上快点购。